在三千年前的东方，曾经有过一个神秘的古蜀王国，那里出没着太阳神族、金沙人族和洪荒魔族，人神共处，善恶交织，构成了一个神奇迷幻的年代。那时候，太阳是万物之神，人们顶礼膜拜，年复一年对着漫天的星辰祈祷着一个预言。太阳神族长老将手持神杖降临，太阳神鸟将会在天空中飞翔，预言变成了传说，传说流传了千年，开启了一扇和平之门，透露出一缕伟大文明的曙光。
哈哈哈哈哈哈。